来，我们看这个电瓶谁喝？我不需要喝，我觉得弟弟喝啊，你喝，那不是弟弟喝的，大杨哥的弟弟，小杨哥。啊，那没说你吗？凭什么我喝呀？因为你比较虚呀。我虚不虚？你咋知道的？看的这个面相关啊。别看着就需要、啊，我不喝，硬糖发黑。不喝，来来来，别谁要喝？准备觉得谁喝？我就得喝吧。你看看这明显的吗？我还需要谁喝？你好好说，你觉得谁需要？我不需要喝这玩意儿，你这么多让你喝，你不喝？喝呀，喝吧。哥，哎，哎，说了说了说了，说了，不能为了自己，输，不，你，不不，别，没事没事，你媳妇出去看出去了，两个月。宅男女神皮优空降小杨哥直播间。众所周知，大杨哥也是皮优的粉丝。我以前看皮优这个骑摩托车视频，还被我媳妇捶过一顿。晚上看他皮优那个这样骑摩托车，这样被我媳妇捶我啊！你看什么呢？那边撅得好看吗？自从那之后，我偷偷看。就在带货完筋膜枪后，大杨哥对皮优的一个口误，竟让大杨哥无家可归。筋膜枪非常的好用，还蛮可爱的，一用力它的频率就大，它的摩擦，而且小小的一种，重量非常轻，非常小巧，拿的也不累，锻炼的时候就用这个。通过这个按摩头筋膜枪的高频率震动，刺激到目标肌肉群的深层肌肉。它有一共有4种头的啊，都是干什么？都是放松，都是放松肌肉，手掌、足底、放松肌肉，放松。女生用这个，男生用这个，就是有六种档位，特别舒服，就是一按上去，尤其是肩膀这地方啊。他们在店里面卖200多块钱。小杨哥直播间69上车。哥，你告辞，别告辞，我告出去。小姐，我说了，干好。看悠悠什么？不要，叫悠悠了现在。刚才告诉你，给小悠悠来一个这个。Oh my god！ 兄弟们开始了。这又上。小黄身为小杨哥的徒弟，疯狂起来就连小杨哥都压不住，在测试产品时更是不把师傅小杨哥放在眼里，就连品牌方在场也丝毫不留情面。真的吗？不连你。自从一连数次测试防晒黏腻翻车后，就再也没有品牌方敢找小黄了。然而就在昨晚，直播间再次迎来了一位自信豪横的品牌方，上来就豪言表示自家产品不黏腻。来，宝宝来介绍一下你们家的那个防晒隔离霜。K 水 K 油，这里可以放心啊。K 水 K 油黏不黏腻？不黏腻，可以放心。你再给兄弟说一次，不黏腻啊，不黏腻，不黏腻。对的，看到品牌方如此自信，小黄当即表示要狠狠的给他上一课。兄弟给他上一课，你确定啊？不黏腻啊？哦，肤感还可以，很水啊。要不要那个成膜一下？可以说哦，不需要啊，不需要成膜。看，哎，兄弟们，来，看到没有？不黏腻，不黏腻。你是不是之前喷了什么？这么神奇啊？来，是不不黏腻？牛掰！夏天就要到了，这有想做什么？想做一个防晒。看一下这个美肤宝真的比较好用，防晒有没有？有没有防晒？有，你确定有？确定有？有哦，防晒测试卡给我。小黄直接拿出紫外线测试卡，没想到测试的防晒效果竟让人出乎意料。防晒哦，可以。Nice， 防水防汗，你可以放心。事已至此，不服气的小黄只能拿出尘封已久的防晒相机，当众测试产品的防水防汗效果。我等我拿水一洗，马上掉也就死定了。现在两只手都涂了啊，来，这次涂了很厚啊，看洗不洗得掉，我搓一下。哎，我搓。那这怎么卸？怎么卸？正常洁面洗面奶就可以卸，行吗？防水可以啊。品牌方终于安心的点了点头，谁知还没高兴3秒钟，就再次被小黄的操作整崩溃了。来，今天你们日常价一瓶多少钱？单瓶的话是一个89米的价格。单瓶89，今天小黄直播间89，两瓶，再给你加一瓶美肤宝的喷雾，来，再加一瓶，再给你加5包。4样，5包可以用5天嘛？5天你肯定能够了解这个产品。不满意剩下了一个字，会。今天小王直播间1只、2只、3只、4只，再给你5包，79上车。疯狂小杨哥或许真的能请来周星驰，而且粉丝还想让刘德华与星爷世纪同框。很多人是不是让我请星爷？我俩星爷真的非常难，但是大杨哥能不能把刘德华请来？华哥呀，一切皆有可能啊。粉丝们见状纷纷表示不信，然而在带货完无骨鸡爪后，小杨哥竟真的拿出了星爷送给他的礼物。你们一直问我要鸡爪卖不了，真的，我们选品太严格了。
选了十几款鸡爪，我们都选不上，都过不了我们品控。最终终于选到一款无骨鸡爪，它的好评率真的非常高。今天小杨哥直播间49.9，真的非常好吃，兄弟们。49.9，上车，上车，兄弟们看，我的妈！这个是周星驰老师星爷给我的一个这些光碟啊，这个少林足球还签了一个咱们星爷的签名，还写了个小杨哥，小杨哥的签名，你看多帅是吧？我们星爷的签名多帅，是多帅，兄弟们！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星爷，这个他我偶像啊！我跟兄弟们讲啊，所有现在三娘请的嘉宾全是我弟弟，对，全是他一个信息就聊过来的，真没花钱。那么你们认为小杨哥请到星爷和华哥的机会有多大？昨晚小杨哥无意间的一个喝水动作，却被网友要求上架水壶。水杯啊，当药水杯啊！小杨哥也是宠粉，立马就让工作人员联系品牌方谈价格。给兄弟们加个品，水杯当场谈，快当场就给兄弟们谈了。随后打下来的价格更是让粉丝们疯狂。富光大牌的，那就装到装水上啊！1700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不是那种9.9很软的，反正倒就在。这是非常材质非常好的，兄弟们，这个是奶瓶级别的材质啊！我给你加一个放茶叶的，啊，不仅可以放茶叶，放本来泡的东西都可以放啊！你看，我还给你送个背带呢，还给你背着，是不是？你看那背带，49.9，上车！富光大容量水杯1.7升，仅49.9，家用外出都方便，刚好需要的小伙伴别错过了。能脱骨侠的无骨鸡爪，我鸭爪，啊、这鸭爪，你注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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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，没事，没事，我没事，这，打懵了，打懵了，说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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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啊，这是那个什么？他们家专门做那个起家的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他做那个什么东西？鸭脖子起家就是他。我去，推！无骨鸡爪脱骨侠，你跟我说的，我打懵了。这款鸡爪我们卖了也不少次了，我自己是吃，基本上在家3天到2头就吃，但依然吃不腻。这个是晚上，晚上把这个拿出来吃啊。是有一种停不下来的。嗯，那买回吗？是不是？非常好吃，日常价88，2斤左右。2斤啊！蒜香味。49.9，上车。全家或许只有大杨嫂不打小杨哥，当大杨哥教训小杨哥的时候，大杨嫂像姐姐一样挺身而出训斥大杨哥，小杨哥尤为感动。随后在带货甘源礼包时，大杨哥还在欺负弟弟，没想到大杨嫂的一句话竟让小杨哥瞬间破防。这个甘源的我们卖了70多万单了，好评率98左右。虾条豆腐看一下，嘎的好吃，不好吃你过来打我。我们有一次去那个大饭店，馒头吃那个零食就是这个虾条，线下的话是7块钱，线下7块钱一袋。看好了，蟹黄蚕豆，这种小时候我们经常吃，还吃吗？你看这鱼咋的？越嚼越香。蟹黄味瓜子仁，3袋瓜子越嚼越香。这个贵吧？看好了啊，一共12袋吧。这来了3袋中包装的，给大家送个礼袋，这么大一个礼袋。他们自己直播是79，39.9上车。哎呀，昨天他硬打我，啊，回家揍你。小弟，你媳妇呢？旅游去了。小杨嫂又出去旅游了，就是单纯的游玩，并没有带公司任务。但是网友发现，这么大的太阳不热吗？为什么皮肤还那么白？到底用的什么防晒霜？无奈的小杨哥只好请了公司美妆主播给大家推荐。有请我们齐老板。你齐老板皮肤是真好，齐老板。美妆因为我做了9年，所以无品这一块。为什么齐老板也在用命呢？用过。但是齐老板他有实话实说，齐老板你想说的一句话就是，一般的孕妇选护品只有防晒可以挑，但是他孕妇可以用。兄弟们啊，这个我们卖过一次。来，在这么多天里面，你们又卖了多少单？我们店铺卖了600多万。600多万单，兄弟们啊，东西好不好要看，大家才说的好才是真的好、啊。所以说这个东西要测试，来一个涂个面霜，看涂个面霜。好，这个涂了一半，这是防晒的，也涂一下。哦，这边是防晒的是吧？看好了啊。好，我们擦掉。看到没？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？防晒指数，看。日常怎么卖的？日常89.9。啊，有一个啊，小杨哥就这样上3个吧，好吧，三个报价，3个啊，再来一个，3个了，芦荟，回去先试用，试用这个，感觉不行把它退了。今天在小杨哥直播间，69，上车。